我们现在要前往三岛，搭乘新干线。这次有画到 Hikari 比较快的新干线，可以到三岛。到三岛，我们就要租车前往河口湖的方向。今天晚上天气好的话，会有烟火，那我们就等车了。来吃日本的波能面包啊！因为食欲来了，哇，爸爸很担心你都水土不服，都不吃东西。现在对日本熟悉了。嗯，你看什么？不想给我看镜头啊？啊呜啊呜，吃！新干线来喽，冲冲冲，震撼一下！这个一定是快车了，不用讲，因为这里是滨松车站。我们抵达了三岛站，那我们准备要去 Toyota 租车，往前走，去找电梯啊！啊，从三岛站北口出来，往右边沿着新干线铁道这边走，就可以看到 Toyota 租车了，全部都是 Toyota 系列的车。消毒一下，来这边窗口来办理。取车的手续，那这些保险的话，我是每天都全保了。这是我的明细。这里是三岛车站，我们这次出的是八人座大型的休旅车厢型车，等一下我们就坐这台旅行喽。